早上好。啊，小校长，我都吓到了，都是想都没想到他会来接我。你怎么会过来？啊，这不是一起去吗？啊，你也去吗？没跟你说吗？没有。哦。他们要求我去做这个第一期的飞行嘉宾啊，所以我会跟着起飞过去。今天从这个从上海。嗨、哦、你好。对。带钱了吗？他们会给我们一个经费。你自己没带钱吗？就他们说不能用自己的钱。他们跟我说我会用你的钱啊，所以我也没带钱去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我吃东西什么的，你要。那我出钱啊，这样子啊？是啊。哎呦，我现在打工，街头领唱，挣点钱。这趟不会是饥饿之旅吗？我感觉七个男孩。